还在烦恼去哪里吃下午茶吗？我今天就要带你用好个的价钱来享受 cafe 等级的下午茶，走。Hawker Habitat 就是我的私藏下午茶景点，环境舒适，重点是价位亲民。这里有卖主食，但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我这个不败的下午茶组合。这是一般在家里冲不出的那种 Milo 的感觉，因为它在浓郁的 Milo 香之外，还多了一份滑顺感，所以我觉得4块钱给的非常值得。下午茶只喝一杯饮料，好像有点单调，对不对？鸡推他们这里的这一份雷锅薯条，你共混的就是两种，是正常的薯条，还有这个超好吃的雷锅 rice。你就是可以想象，它就把一般我们吃到好吃的雷锅，再把它切成这种薯条状，外面酥酥的，然后里面就是那种毛细毛细的鱼香味。两种口味 seaweed 和咖啡的，我比较喜欢 seaweed 的，撒了这个 seaweed 粉呢，就是有那种让人非常上瘾，好吃到吮手指的那一种粉状，然后再搭配里面雷锅的薯条，很搭，这个是一个完美的下午茶。这个下午茶单呢，总额是8块钱 ，nice， 这一个价格各位，加上这么漂亮的 setting， 各位自己看看要不要来。